因为武器技术等等而带来的可能会出现冷战的这样一个阶段。我们说2019年五 G 元年已经到了，包括五 G 技术这种大范围的包括爆炸性的大规模的应用，必然会带来整个我们产业各行各业的这么一个变革。那么同样为这个五 G 设备供应的这个供应链，包括上下游的供应链，也会带来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变化。那么五 G 技术后续带给大家的这种变革也是可以预期的。五 G 技术实际上我们看，包括这个大数据，包括我们的智能，这个 AI， 包括我们的边缘计算、云计算等等啊，它带来的问题，一个是信息的传送，一个是信息的计算的一种跨时代的突破性的这么一个变革。所以呢，它将来的这个变化啊，我的观点，它一定会带来这种应用的变化，垂直应用的各种各样的变化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